难怪一直都没有动静。还是有可能会怀孕，那是孕期。她已经这么难怀孕了，我还这么不小心把她流掉。王磊是不错了，可惜啊，他不肯生。这不肯生，总比生不出来要强啊。那你宁愿当一个不快乐的人，是当一只快乐的狗？认识你之后，开始想当一个快乐的人。嘉丽动会台30频道，每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妈妈 iShine 爱闪耀。